右手边。看不到，小心哦，好，总统身体还好吗？不好意思，相机低吗？总统，那个市长说明他发作，好像是太。好，那接下来请。柯市长，要吃死，吃也吃不了的。这个我来说明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一本书。我曾经当过阿扁总统的民间医疗小组的召集人，我涉及本人的历史有关，你知道，所以这是这样的哦，一样的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让我冷静一下，让我冷静一下。我就去当那什么民间小组医疗召集人，好不好？就去看。我坦白讲哦，阿扁总统在龟山监狱的那个待遇，我觉得是一个不是一个文明国家该有的该做的事情。就是说，对一个卸任的总统啊，不需要这样处理。反正，既然这么多医学的专家都证明他真的是身体状况不好，后来就转到培德监狱去。到培德监狱去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包尿布了，尿失禁了，手抖拿拐杖，已经也不是很好了。我们也不晓得这个病到底以后会不会持续恶化下去，所以以一种抢救历史的观念，你知道是不是先给找文件馆去给把这些口述历史给他先给他录起来。我常常认为是这样的，阿扁总统不管怎样，那当一任的台北市长，两任的总统嘛，总是台湾在整个台湾的现代史上，他是一个很重要的 database 的知识库。我当时的态度是这样。那保卫教育的时候，我也当台北市长，我也希望说文献馆赶快去做这些口述历史的保存工作。不过毕竟还是中央还是马政府了，也对于整个也不是非常友善，坦白讲。所以整个事情哦，就一直拖到小英政府上台以后，阿扁总统才愿意开始接受访谈。台北市文化局下面的文献馆哦，本来口述历史哦，历史的保存工作就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。我倒觉得这样的，如果台湾社会能够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来看我们开放的态度，我想整个台湾社会应该会比较好。我还是相信这样的，发生在台湾岛上的一切，你知道，都是我们台湾历史的一部分。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政治理念，你知道，超越蓝绿不是要消灭蓝绿，而是让蓝绿都可以在这个岛上的和平共荣的生存。